今天要来回复上面的留言。哎，它不是 Q&A 吗？对，没错。Q&A 底下留言就有点酸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是酸民的留言。然后第一个就是赞哦，好，谢谢，这个才是真正的 Q&A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第二个是，第二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嘞，然后第三个，你是不是还是归中志愿班？没错，因为我的理解度就是有点差，对。然后第三个，你真白痴，你才白痴嘞。然后第四个，竟然有一个 YouTuber， 但是他也没有算很红，他就帮我回他了，至少他比你会拍影片，好，谢谢你。然后第五个，没救了，他就回没救了 ，OK， 好，没救没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下一个就是你根本没观众，一堆废物留言，哦，好吧，那你就不要来看我的影片，对 ，OK。然后下一个拍得很好，谢谢。对，有几个就是很酸，然后他总共的留言有九个留言，对，然后就是一百订阅半 Q&A 有20题，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回答9题，但没关系。然后谢谢你们这一年来支持，那我还会继续拍下去。那希望不要下次的 Q&A 不要再有酸民的出现 ，OK。今天影片结束啊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大家按喜欢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并且分享。那如果想追踪我的影片，记得在底下按喜欢。希望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一部影片见。